拢讲吼，哎、欸，这个对。同时呢，我也当个各位讲，台湾民政府这五字啊，在这个建建法内底啊，是因为过去因拢无看，啊，干那因为受到国民党的压制以后啊，啊，讲要台湾独立，拢是安尼产生讲台独的思想。今来认真甲想吼，台湾人这68年、69年以来啊，都没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人哪哪讲啊都安那是。其实台湾的地位一直到今日为止，没有办法正常化，爱怪上，爱怪咱台湾人。1950年6月25号，韩战爆发。6月27号。杜鲁门宣布台湾地位中立，因为台湾那个时候为什么要中立？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在占领中，照道理应该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但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开罗宣言的关系，美国有意要将台湾交给中华民国，但到后来啊，杜勒斯有发现，嗨啦，台湾已经是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战争法之下不能割让，只有能够用一些条件来限制日本政府。所以在旧金山和平条约1951年9月8号签的时阵，前三天，杜勒斯公开演讲来这一讲，伊讲琉球日本政府还是有剩余主权。其实，那琉球有剩余主权，台湾、澎湖、日本政府就仍然有剩余主权。他们讲这个剩余主权这四字啊，过去从来没有出现。在那边杜勒斯的演讲里面啊，头一次出现剩余主权这个东西。啊，那这个主权啥问题？这个物件，在过去呢100年里面啊，在国际法的课本。册内底才有写的沙文体，以前的人唔知影虾米叫做主权，虾米话叫做沙文体。所以呢，这个沙文体自己啊，以前的中国人，我甲你保证，80%唔知虾米叫做沙文体。他们只有懂得什么管辖权、管辖权呢？我一旦甲你管，伊叫伊讲迄条主权，其实不对。虾米人有真正的主权，我都已经讲过。虾米人有主的？来决定台湾偏哦，这块土地的前途，会当将这块土地来卖给别人，迄个人有主权。啊，你家想讲一只车就好，这只车你会当决定讲要卖给什么人，还是不爱卖给什么人，要租给什么人，你有权利决定，表示这只车你有这只车的主权。这很简单的比喻，咱应该都听有。但是过去因为无这个主权这个定义，敢若有一个管辖权。什么人管？但是什么人管，不一定有主权。那咱别说，敢那日本来讲，四个大岛，日本天皇有主权，有所有权。但是呢，伊将这个管辖权呢，交予日本的政府，伊来管。其他人呢，没有办法来管这个所在，就是以旧金山和平第一条的美，伊甲讲，日本天皇已经放弃这个国家的代志的过问的权利。已经交予日本政府。这边咱看一个影片，咱再去有去看迄个啊，做日本来日本天皇来接待奥巴马上诶，迄个影片有看无？有诶，举手，拢有嘛吼？还好，你看迄个影片有啥物感觉？有啥物感觉？迄内底有啥物感觉？你有注意着讲，来，过来简单看3分钟，你。看了我给你解说，来过来，我放一下。音乐大一点。皇太子。80岁的天皇。
オバマ大統領はこれから儀仗隊の栄誉礼を受けます。停，来停。为什么日本天皇走到那里停下来？再一次，从头。过去拜哈，从头。好啦，从开始啦，从开始。オバマ大統領はこれから儀仗隊の栄誉礼を受けます。停。他想从下了台阶以后走十六步，停在站在那里，为什么？怎样下去？唔知影举手，然后拢唔知影，恁拢未记哩。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已经日本天皇放弃国事、国家的代志，拢无管，也没有统御所谓部队。伊要请奥巴马来检验伊的仪队，仪队也是算是部队的一部分，他已经没有统治权。所以呢，伊要将这个尊荣来交给奥巴马，和奥巴马来检验伊的仪队。所以，伊检验仪队以后，伊陪奥巴马含遐来宾啊，一个慰问握手。迄当阵伊只队，来你过来看，我继续甲看落去。这个里面有看得到很多的国际法的故事。国軍を歓迎する儀仗隊は陸上自衛隊に所属する101人です。栄誉礼は国賓に対して最高の敬意と歓迎の気持ちを表すものです。捧げ！站！続いて、オバマ大統領が儀仗隊を見て回る巡閲です。儀仗隊長が先導します。演奏は陸上自衛隊中央音楽隊です。子どもたちが小旗を振って大統領を歓迎します。
我希望大家从这个影片啊，要看得出这是一种国际礼仪。那日本人对日本天皇尊敬的情形，然后要重新检讨我们对日本天皇的认识到底到什么地方。你看他在两面国旗中间停下来，简单的致一个敬礼。オバマ大統領はアジアを重視する政策を改めて示すための旅としています。そして日米同盟の強化が地域の安定と繁栄をもたらすとしています。检验仪队的典礼结束，后面是重点，你看一看啊。马上给站。等一下，我要让大家看的是日本的这些政府官员看到日本天皇的时候的那种态度。因为看到奥巴马站在上面，因为奥巴马比较大汉嘛，日本天皇比较矮，对奥巴马普通而已。但是看到日本天皇，你看因伊大家拢穿一条啊行礼的方式，你来看麦。オバマ大統領に対する歓迎と敬意を表す栄誉礼、そして巡閲が終わりました。続いてオバマ大統領は衆参両院の議長や最高裁判所の長官、安倍内閣の閣僚ら歓迎式典に出席した人たちと挨拶を交わします。现在陪他见日本的一些政府官员跟日本政府官员的家属。以后日本天皇，日本人在后面啊，奥巴马家里头前。伊吹衆議院議長です。山崎参議院議長です。寺田最高裁判所長官と挨拶を交わしています。安倍内閣の閣僚が続きます。你看看到日本天皇的那个敬礼的方式跟奥巴马敬礼的方式是不一样，你要看注意看。今日はこの後東京元赤坂の迎賓館でオバマ大統領と安倍総理大臣の首脳会談が行われます。両首脳はアジア政策における日米同盟の重要性や貿易自由化について話し合い、共同声明を発表することにしています。アメリカ側からは11人の公式随員が同行しています。看出来哈，对日本天皇是几乎是90度的鞠躬啊。
出席者の挨拶が続いています。刚奥巴马是点头而已，我是因为各位将来拢是咱民政的官员，真正礼节你爱有。有一天很有可能日本天皇来拜访台湾呢，我们很有可能也要接待他。所以你爱看日本人民对日本天皇安那古人尊敬。后壁这是向日本天皇咧行咧，迄幅度绝对拢90度诶。オバマ大統領の歓迎式典の模様を皇居からお伝えしています。好，来，各家都哈，来。奥巴马这边去访问日本的时阵，咱伫1月1号新年大会时阵，我们有一个文告，内底讲啊真清楚。内底讲奥巴马4月20日会去访问日本，结果是4月23号。访问日本的时阵，我有甲各位讲，他会讲台湾要还给日本天皇，他讲了没有？讲了没有？你认为讲伊讲的，请举手。啊，你认为他没有讲的，请举手。啊，不知道的，请举手。啊，他讲了，一共讲。美日的安保条约包涵盖神卡库就是钓鱼台，涵盖神卡库钓鱼台。各位，钓鱼台上诶，台湾诶，啊，台湾是啥诶？安尼钓鱼台上诶。啊，伊讲美日安保条约包含钓鱼台，就是包含啥？台湾澎湖。啊，那个。钓鱼台是日本天皇的，是日本的。当然，台湾澎湖是啥的？日本天皇的。所以，中国听了这句话跳起来，伊全世界无一个国家的元首这么好打。啊，但是奥巴马讲这敢无敢无无道理吗？有道理啊！伊完全按照国际法。所以这个所在外国也国语，因为咱大家拢是政府官员，所以给你说明，在1895年1月份的时候，日本天皇宣告钓鱼台是属于日本的，因为依照国际法来的无人岛的理由，伊讲隐形化人，所以伊宣告 announce。但是说在2月份的时阵，大清帝国出来讲 no， 我的渔民点下去。所以1895年4月17号马关条约签的时阵，第二条伊就讲，台湾全岛跟周边的群岛割让给日本天皇，但是周边群岛迄当阵点的时阵啊，无点着神卡库，无点着钓鱼台，理由是日本伊讲，我毋免讲，我已经算过过啊。啊，其实那要严格来讲，伊伫第二条内底有讲，台湾跟台湾周边的群岛，啊，问题即摆来啊，钓鱼台离开台湾几公里，上无200-300公里，与那国岛离开台湾偌济，110公里，啊，需要110公里耶，不是台湾的，啊，钓鱼台是属台湾的，因为钓鱼台这个岛的下脚和台湾的这粒岛的下脚，这些岩石是连在一起，叫做周边群岛，是为这个来的。所以李登辉讲，要钓鱼台是日本的，啊，中国起来啥？中国一旦都伊唔知吗？坦白讲，他是知道的。伊这嘛是吼幺八叉，啊，加减叉，啊那叉有就有，啊那叉无就无啊。刚才上头你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有无？啊，今晚来白讲啊。4-5年前，胡锦涛跟奥巴马见面了后，伊的中美联合公报，伊都唔敢再一摆讲台湾是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讲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诶，这国际上的演变就是安尼来。
所以你敢看奥巴马宣布宣告这个台湾澎湖，伊虽然是无直接讲台湾澎湖，但是伊讲钓鱼台，这是天大的消息呢。但咱老早就知影是啥啦，伊美国有跟咱事先有跟咱协调过，伊讲钓鱼台就讲台湾啦。啊，即马过来，伊要安怎做？伊希望日本修宪成功。即摆拄啊无偌久，顶个月时阵有一个日本的国学专家叫做小明木善贤，来咱这个所在来上课，甲咱又甲咱上课，咱嘛甲上课。上课了以后，伊等于日本，伊这个小明木啊，伊的部落格在全日本是第六名或者是第七名的人气那么多，伊的粉丝啊，伊家己会通过伊的粉丝有六七千人。啊，所以伊本来伊的文章是写啥？伊讲哦，日本人民拥有日本的主权，这句对不对？对不对？对的举手，啊唔对的举手，啊唔知的举手。我实在吼，我实在互恁气下咧，恁家吼要做那个，啊说到即摆还搁你举这款手，再讲一摆。日本人民拥有日本主权，对的举手，叫唔敢安尼吗？唔对啦，日本的主权谁的？日本天皇的啦。所以伊等于以后，伊将伊的文章啊隆重修改，将日本人民拥有日本主权，将隆重修改个日本天皇拥有日本主权。啊，因为粉丝足多的呢。啊，也尤其参议院甲众议院足多人甲支持的，因为有票嘛。啊，所以伊个甲遐参议院、众议院人作为讨论，讨论的结论呢，伊讲吼，还是台湾民政府厉害。台湾民政府对这个战争法、占领法在研究啊，的确是比他们强一等。啊，你们拍拍手啊！所以8月12号到8月16号5天4夜，咱第四年的第五次美国日本。因为8月15号，靖国神社，因为今年啊，春季的时阵啊，春季的卫灵祭啊，日本的跨党派的议员啊，146个去靖国神社参拜。你知影，伊虽然日本去年150个，今年146个，过去拢无遮济呢。迄是恁台湾哦，民政府啊，派错头。3年前派150个，去年阁派，前年呢派220，啊，去年170个。啊，去年的8月15号，咱派50个，今年的8月15号，我们要派96人。但是这96人，这边较歹势，郡守才有资格报名，副州长、州长才有资格，因为要执政之前，我们去向我们所有的台湾英灵啊报告，我们台湾民政马上要执政了。啊，今嘛搁讲起来哈，讲起来，这个是有一点灵异的事情呢、啊。你知道那个39100名的台湾英灵伫建国神社对不对？你知道偌济人回来无？听讲有16000几个都回来。所以呢，我发现我们台湾民政府伫这2-3年啊，速度这么紧。啊，用一个所在吼，我即马讲这是纯属迷信哈、啊。迷信你要听无？要听一下手。好，啊，若要这多人要听，我就讲。我们3年多，我们受训100多期，对不对？3年多里面啊，我们受训这么多期哦，每一摆你翕相拢未落，干那两届尔呢？你要信无？你先咱翕相了，打拢一摆啊，雨足大的啪啪叫。昨天呐、啊，今日够好天气啊，嘿，未上水这边来呢。所以我们要执政啊！我跟你讲，绝对也行。
啊，所以我今日开会哈，因为开会时阵拢军校，甲主要干部嘛，我讲今年要去日本，拢总爱穿西装。当时八月天哦，去年八月天42度呢，啊，大家关插着灯呢，但是无人敢将这西装脱掉。今年我甲大家见过，西装够较热，你都袂当脱掉。上侪你安那，你去做一身热天的西装，啊，上好是免啦。一天而已啦，42度呢，一天而已嘛。但是迄一天哦，40000多个人，日本人围伫你的周围，甲你拍手啊，流目屎，值得啦。你要看日本人流目屎无？8月15号你就看得到。但是你要靠条滚袖啊，你若靠无条滚袖就袂当去啊。你得爱干啥？爱到12月20号到24号日本天皇生日，你才会当去。要靠滚袖的举手。后礼拜就要考啊！安尼尔尔，才无胆尔嘛？你呀，才无胆呢？这简单的考试，竟然就安尼要考滚袖尔？5月3号下午4点到6点，安尼滚袖的考试的时阵哦，迄天同时有迄个黑熊部队的点招，点招到3点半，啊4点钟考试。其实恁足戆的呢。啊，少年的吼，来点招迄个黑熊嘛，啊，顺续考试嘛。你也当你有资格，当然我是较希望年纪轻一点的来点招黑熊啦。黑熊是要创啥，你知无？后摆海巡署、警察局、国安局，啊，不是要叫你去做兵家枪，你干那去做啥？做因的督导，督导的权力是足大哦。比局长较大哦。如果局长不听命，你可以把他当场撤换，然后再报给中央就可以。啊，有大无？拍拍手来看。安尼要做无？安尼要做无？啊，唔敢呢吼。好啦，你算你有主角啦。但是我阁讲一摆吼，我们台湾民政府将来没有年龄的限制。但是我们执政以后，我们会有年龄限制，也许65岁就不能再做了。唯独即四千爷没有年龄限制，因为咱叫做革命先行者，所以你若有家己好处就拍手了，啊，若无家己好处就不拍手了，你也足嗨呢。所以呢，咱无必叫你做啥，做革命先烈。那有人去做，叫你去做革命先烈，你千万唔通去。甲你讲，举刀举枪啊，歹势，你大声枪，咱唔爱介枪。所以我讲，咱若法律这条路吼，讲较白咧，咱坐到厝里吹冷气、啉咖啡，都会接近。是安怎？较慢点点嘛，一步一步，一切按照法理来啊。所以呢，我常你讲，即马呢，你去外口甲人编，我甲你保证。无人，我都甲你编。迄本《新台湾论》，你等于爱看呢？有看无？拢嘛甲我骗呢？考试健考20分。再问一摆，5月3号要来考滚雪的举手。即马较济啊，即马较济啊，即接无胆呢？我若会使哩，80岁嘛会使哩。遮无志气的恁哦！您来这不是要去做台湾民众之前以后要去做官，要服务百姓吗？替百姓设想吗？啊，为什么不考？来考啦，好冇？加细声，好冇？讲好的举手。我即马较济啊，来考来考，我跟你讲，我真正跟恁鼓励来考。你读几波？啊，你不爱考，啊，你不爱往上爬。啊！即马执政的时阵吼，你只在咧改啦。啊，我能力遮强，奈拢不爱用我，唔是不爱用啊！你家己无互你机会嘛，对不对？电脑班是5月的第2礼拜开始办，礼拜1到礼拜3一个梯次，礼拜3到礼拜5一个梯次。啊，即位头开始教去，但你家己要来以前，你爱炸电脑，炸迄个手提，啊，咩？迄个笔电啊，笔电加即个叫做智慧型手机。这两项拢要甲你教开，会晓你才会当转去。3天2夜，好，再讲一摆。
三天两夜，教到你会晓才当回去。你有决心要学到会晓，你才通来。啊，第二梯次的进阶班的时阵，就甲你教怎么样来设立网站，你家己的网站，还是甲你教讲怎么样去成立迄、那个FB 迄、那个 Facebook 的迄个 group。咱即马有个人成立迄、那个啊，这个脸书啊，啊成员拢已经蛮贵个啊。咱即马有遮尼啊好个迄个咖啡厅网咖，当然即个网咖我即马公开征求名字啦，内底这样子一百空白。这当然我不喜欢中国啦，但是中国诶有一本册啊，讲我梁山伯108位的英雄好汉，有无？那遐拄啊好108位。啊！有人讲是毋是合作108位英雄好汉厅，公开征求，大家来啊、投稿，讲建议用啥物名？啊，若较侪人投票通过，咱就用迄个名。安尼好无？好。啊，你后摆来，卖讲干阿底下你坐坐尔尔啦。你来吼、哦，炸你的笔电，去呢笔电较差咧，你就伫样上网，卖浪费时间。各位。随缘的农场花了这么大的精力，弄了这么好的设备，因为他相信我们民政府很快会执政，我们不能让他失望。咱家己本身学识爱学好，爱学丢，唔通先有个人他能讲啊，出去外口都要成立一个什么台湾另外一个台湾民政府，福尔摩沙民政府，所以美国甲咱笑，伊讲吼。令台湾民政府生7个不好处，啊，像美国台湾政府，啊，什么旭日会，啊，大日本帝国后援会，啊，台美协会，有够侪啦，啊，无代无是生7个，啊，无一个论述是正确诶，啊，有一波小块乌咧，啊，都要哇，台湾民政府论述用台湾民政府论述会当趁钱呢，迄些是很糟糕的事情呢。钱人人爱，对不对？你有爱钱的举手，好吧？算你有老实啦。但是你不能为了一点点钱出卖你自己，出卖台湾呢？干不是？对不对？哦，啊那也出卖台湾，你不多听。当然，我是安尼讲啊，但是你不一定会听，我知道啦。就是因为吼、哦，大家拢想靠势，但是我不敢各位讲，我讲的是100%的真实。我们真的很快要执政了。你刚刚看这个国际上的演变，整个局势在变。中华民国的海军陆战队取消掉了，昨天宣布的。今天，昨天呐、啊，前天宣布的啊，昨天宣布下，美国恢复菲律宾的驻军3000名。恢复菲律宾的驻军3000名，22年前。已撤军，22年以后恢复驻军。台湾36年前撤军，36年后开始进驻台湾。根据是《旧金山和平条约》，菲律宾也恢复驻军是根据啥？根据迄当阵伊帮忙菲律宾独立，1946年的7月4号，菲律宾独立。美军重返菲律宾六海啊，其实过来就要宣布啊，美军重返台湾，这是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咱的三重郡的郡守啊，吴俊守呢，这边伊办公室设置，你知无？哦，足趣味的，设置派出所。派出所正对面，正旁边，我唔知有这张图啊无啦，啊足趣味呢。派出所边啊呢，啊宜兰呢，旧的办公室在里底，对面宜兰的对面，啊是三重啊，三重郡啊，你有看无？啊伊设计这建材的边啊吼，啊刷了个大一个横幅，刚讲啊，欢迎美军亲自占领台湾。我来讲，一天经过遐几啊十万人，看到他个戆戆嘞，那安尼，
啊，这是宜兰呐、啊，好、哦，这对面是宜兰，啊，这三重这里是，啊，这那吴俊所是，那吴俊所有老弟啊，嘿，戴那个银色的那个啊，就领带那个啊，手上举起来，我感觉伊不是好胆呢，伊安那又读咱的论述，无人敢改虾呢，无人敢改掠呢，这不是假呀、啊，干不是？所以哪个工人是诈骗集团了、啊？我跟你讲，你即卖这样敢讲？你哪个讲诈骗集团好胆？你用你的正名留起来，因为咱在美国已经提告啊，啊嘛，日本啊，在日本提告。呵，遐无啥物稀奇啊，请伊食饭都有咧，有足侪警察同志，请食饭讲吼，阮后摆换头家吼，啊，我当做啥？警察讲安尼啦，人家讲啊，啊，你来受训啊，你来受训吼，你来较紧的哦，四千名以内哦，连咪都满啊，我讲这毋是你开玩笑呢，你拢有看啊，很多的事实。一波一个摆在你的眼前，你拢有目睭吗？敢不是？有目睭要举手。好，你拢有目睭。你唔通笑咧。你有目睭，你边啊足侪人无目睭呢？后摆哪个有人去跟你讲台湾诈骗集团？你讲，你有敢有洗目睭？伊讲我这都有啊。你有目睭，迄探窗含这都无看，你这个多看，敢不是？车牌是红的啊，红的车牌啊 ，USMG 啊 ，TCG 啊，即摆一千车在世界里走啊，即摆国军啊有分配六十台车牌，后摆四千台车牌四界走呢。我感觉车牌广告还不错呢，足侪人看我讲，是啥物牌啊？你不要看哦，美国军事政府啦，敢毋是？但是有人讲，我无车会当买无？我即马甲军事规定，上过高级班人才能当买，哈、哦，上过高级班的人才可以买。啊，当然有个人抗议啦，哈、哦。啊，我过两个月以后，就要买啊，啊，我先买牌敢袂使？安尼敢袂使？会无？啊，会使举手。啊，袂使举手。你唔敢举你啊嘛？大拢不会做歹人啦。但是我是甲军事讲吼，互你家己看情形判断。那真正讲两个月以后、三个月以后，伊要买，会当先付伊啦，因为伊惊伊买无嘛。啊，我甲军事嘛规定讲，那车牌较好的号码，你可以用拍卖。啊，拍卖钱毋是要存咧落底啊？拍卖以后遐个钱吼，爱做你军的发展的基金来使用，安尼好唔好？好，甲拍手。这是您大家同意的，您拢是内阁，您拢同意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做。因为咱无共无款嘛，咱也无经费啊嘛，干唔是？即马言归正传，我们今天的点招上个重要就是要让各位知影，我们整个台湾民政府的程序，由初级班、高级班、法理点招、职务点招，下个礼拜六我们会有一个这个黑熊的点招。所以你了，我感觉讲，你要当想要担任这个黑熊部队，这部队是没有拿枪的部队，但是黑熊点招啊，五十分钟的基本教练课，唯一的差别，啊，五十分钟的基本教练课，啊，所以下个礼拜5月3号要考试，你也当来参加黑熊部队的点招，同时参加5月3号的考试，啊。这个叫做蒙拉兼西裤啦，台语讲的足好足趣味哈，台语啊，就一兼二个，所以我是希望讲吼，你会当来参加考试。啊，今日呢，大家拢真辛苦，后包车为屏东来，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讲你无来点招，我们没有办法交代。啊，你有点招，因为咱无选举。就这样点招，辛苦一下下，嘛不要紧，干不是？所以大家呢，
现在除了电脑要会晓以后，我希望各位每天听好听说，每天要上我们的官方网站来看咱的消息，因为我们的每天都有变化。你敢那看咱楼下的餐厅，楼下的啊这网咖，咱那些变化足多的，所以你要跟得上时代，安尼好冇？咱今日呢，上课要到这所在，因为咱等下要赶车，所以谢谢各位，多谢各位，谢谢，下课。请各位同心把椅子收起来，坐定，谢谢。